哦，看来有谁在这边做一些黑暗的仪式。嗨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，今天要来玩这一个叫做《墨尔本》的游戏，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垂死的意思。OK，它是好像我之前玩过的其中一款游戏。是一个超真实画面的恐怖游戏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呗。Here we OK，这go！边他说用耳机来有更好的体现。故事，你是这个公寓的员工，你的邻居打电话给你，然后叫你去调查那个地下室。OK，很简单的故事。哦，游戏开始了，这个画面。哇，这个镜头让我有一点点的头晕哦，不是跟你们开玩笑。这个镜头的有没有的设定？没有哎，没有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就算吧，就这样吧。OK，他一开始说我要最好去找我的 AE50，我相信是说手枪吧。诶，我有手电筒，非常的漂亮。哦，我拿起手枪了，就像我每次所说的，有枪我就无敌了。我还能跑，非常的好，这是我的非常干净又漂亮的冲凉房。Oh my god，这是什么声音？What the hell？是警报声啊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见？哦，哇，好黑哦！这手电筒没啥意义啊。然后我可以左右偷看。OK，他说要去地下室，哎，那就 Let's go。是应该有楼梯，这边有。OK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真的有一点像哦，我之前玩的那个。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啊，也是很真实的一个射击恐怖游戏。咦？我跑，好大声！咦？超大声的，有没有？OK，直接重来了。OK，这一次我明白了，我不能太怕，我太怕了。刚刚我应该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枪。OK，这一次准备好了，不要害怕他的叫声，我要开枪。他都还没有靠近我，我就死了吗？哇，你们刚刚有看见吗？我其实还有一段的，和那个怪物还有一段的距离的。他只是走前来一点，然后我就拜拜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叫的那么大声干嘛？放！哦，我打死他了！我明白了，原来右手边那一只我必须先打死。2000 years later。没子弹的，你看呢、啊？他现在又在那个死角那边等我的了。哦，我通关了这一次。哦，我终于过到这一里了。哎呦，我死了好多次哦。Oh my god！不要告诉我有第三次哦，拜托你了咯，游戏。哎呦，我好难才杀死这两只怪物哦！
应该要继续的走下去吧。求求你了，游戏不要这样子对我，我不要看到第三。What the fuck？ 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没有，哎，右边没有 ，sorry， 左边也没有。OK， 不要告诉我再有哦，拜托咯。Oh my god， 有。没事没事，再重来罢了，没事的，再重来罢了。还有一次。这个游戏已经不恐怖了，现在只是让我觉得很生气。吵死了你们，吵死了，叫声倒是挺大的，这边会有一个吓人的，准备好。也就这样了，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一只也是一样，我要逃走，我不能傻傻的站着一直射它。走，就是这样，要逃走，它又要来了，我不能再死，不想再重玩了。在哪里？它来不来？What the fuck？ 吵死了你们！变得这一只很麻烦。喂，不是这一边对吧？下面，抱歉，我忘记了。哎，不一样了哎，不一样了哎。对哦，刚刚这一楼是有一只怪物的，现在没有了。哎呦，这个游戏是在同情我吗？哎，我靠！还有什么要来的？靠！开门，这门开不了啊！还要再下去吗 ？Oh my god， 这里超黑的，有没有？非常的好。嗨，这里就是地下室吗？虽然我不想进来这个地方。嗨，有怪物吗？别再来了哟，我很难才玩到来这边的哟。这个是要我射一枪啊？没有反应，非常的好。哇，嗨！哇 ，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你不会动了对吧？哎呦，超恐怖的，有没有？他就站在那边罢了。哟，我有枪的哦。我觉得他还吓我，我觉得他还吓我。为什么我觉得他会吓我呢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来这边干嘛的 ？What the fuck？不是说要叫我来调查吗？哦，这边有一个门，非常的好。嗨，有什么要来了？准备好。What the fuck？ 我有枪的哦，虽然子弹剩不多了，还是有枪的哦。Hello。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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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非常的好，有一个闪光的外星人，非常的好。还有什么要来的？打开，
打开，怎么着火了？ What? What? 怎么着火了？怎么着火了？我不明白哎，你是要我怎样现在？What? 怎么着火了？我不明白耶，有什么要来的是吗？ What the fuck? OK, 这边有个电话号码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打过去问一问的。这边写着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，我们要打电话给耶稣吗？ 0188-543-0118, 非常的好。不明白哎，我来这边打开了这一个，着火了。算了吧，我走回去看看吧。好黑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打开了那个电，没有用啊，没有意义啊。怪物是没有了，这一只很恐怖啊，就站在那边。我要不要走过去看看 ？OK,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Oh my god, 我的心脏刚刚停下来了，没有停下来了，那么夸张咩？那么看来只好我上回去吧。我在下面不断的调查呢，真的是没有什么了。打开了那个电，没有意义的。What? 好大声哦，我的妈呀！OK, 这边有点红光，走过去看看又是怎么回事呗。嗨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，看来有谁在这边做一些黑暗的仪式。嗨，What? 哦，有怪物来了 ！Shit! What the fuck? OK, 我的枪。给我的枪，那怪物走过来了，休想，去死！哎，怎么还没死啊他？哦，死了，还有一只，我不会再死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来到这么远，我不会再死了。怎么你还不死啊，我的妈！哦，我没有子弹了，我没有子弹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Oh my god! 如果再来到一只怪物的话，我就拜拜了的了。前面有一个光，不要再有怪物了，这把枪可以丢掉它了，已经没有子弹了。嗨你是好人吗？看起来好像火人这样哎 ，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你是火人吗？不要烧我可以吗？嗨。好亮哦，就好像他身上发出了无限的光亮，好亮哦。他该不会就是耶稣吧？请打救我吧，我不想再留在这个鬼地方了，请你打救我吧，请你打救我吧。哦 ，Thanks for playing， 谢谢你的游玩。OK, 那么就游戏结束了。那么这个游戏就到这了，是比较短一点啦。这个游戏也是免费下载的，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我的影片下面那边，就是在那个简介那一边，你们想自己去体验的话，可以去下载回来的。不过这个游戏说实话是一开始是挺难玩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它很多陷阱，在刚开始玩的时候，你就是会遇到两只怪物的那一边，
我以为只是直接用枪可以打死，其实不是的，是要引他过来楼梯，然后再射他，他才会死的，还是一样的。谢谢你们的观看，记得点个赞呗。如果还没订阅，记得给我点个订阅哟。谢谢你们，如果你看到最后的话，特别谢谢你，非常感谢你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